疑似新武将 SP 黄月英面板流出，这个小模样某人评价说是三战迄今为止最好看的女武将，是否也击中了你的心坎？同时流出的还有 SP 周泰，究竟是真是假？毕竟 P 一个出来很容易，宝宝之前就 P 中过朵丝，还预测以后会出 SP 董卓，画风上看倒是很像灵犀的风格，但细节上又有点让人不敢恭维。黄月英的胳膊都透明出了领口花纹，周泰的羽化也一塌糊涂，最可怕的是张这么大的嘴让宝宝看了就很慌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呢？如果是真的，那可就开了 PK 赛季武将出 SP 武将的先例了，也可能是策划大大在给 SP 黄月英试探玩家反应打掩护。兵种上看，攻 S 器械 S 统御值4，新剧本奇门八阵里的香囊战备能给黄月英全兵种提升到 S 级，新武将肯定是 SP 黄月英。但是例会来源于光荣特库摩的另一款游戏，还是一起期待一下正式上线吧。